想必你的能力也不小，让我看看。殷少，你可要小心哦。怎么有点晕啊？美人，哇！我去，中招了。不好意思啊，苗姬的幻境劲儿太大了。我不理你了。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，殷少为何对身边人下手？红叶已经答应不伤害你了，你还来我家，是爱上我了吗？想得美，是姬爷爷，他说马夫肯定会报复你外公，让我带了个东西过来。表面上恨对方入骨，实际上这么多年都没有丢下兄弟之情。走，我带你们去吃最地道的江城菜。啊，我也去。你就别跟来了，我不是去度假，会有危险的。不，我就要跟着你，除了红叶还有人要害我，你说好要保护我的。唉，好吧好吧，麻烦精。我怎么感觉阴风阵阵啊？我也觉得瘆得慌。拦住他！简单。纸人，区区鬼胎教而已，不过都是些纸人俘虏罢了。这江城果然卧虎藏龙，竟有人识得我天师道的道法。李道爷，胜负已分，你却步步紧逼，不怕有违天道吗？龙武章业障缠身，我除掉他正是替天行道。那就是没得谈了。不错，干掉他。南极火灵，太上天钉，九天立誓，火龙巡城。有点东西，但不多。雷法，旁门左道也敢与我作对？天师饶命，弟子以后再也不敢了。可恶，被他撞到了。呀，让我来会会他。乱魔之众，殷少快跑，我为你拖住他。小天师是姐姐的飞蛇阵，尔等不配与我动手。臭道士，敢瞧不起我。我认输，你随便杀。你若不拦我，我便只杀你外公，不会殃及你。赎罪吧。什么情况？本领不凡，但心智太嫩。我知道了，江城的妖孽不是旁人，就是你。你杀得太晚了。我们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后会有期。还追吗？罢了，天命还在，今日不是他的死期，追上去也是徒劳。今日还要多谢你的李代逃江之计，否则这小天师还真不好对付。是你相信我，我才有所作为啊。你说这小天师到底是正是邪？满口的替天行道，却一直喊打喊杀。这小天师与马夫为伍，又岂能不受影响？只怕他没了仁义道德束缚，那就更不好对付了。言之有理，看来我要提前布局了。咦，开直播了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我一直都在。这下解释不清了。是我让他来的。既然你要打造英雄人设，那就不能放过每个出彩的机会。好吧，让观众自己提话吧。哎呀，道爷兄弟，你受伤了。快去请李丽医生来。哦哦。为时不察，竟着了那阴无道的道。兄弟为我受此大难，愚兄实在过意不去。小天师是哪里受伤了呀？让我看看。他们好狠的心，竟把你伤成这样。啊，等等，你给我抹的什么油？当然是顶级止痛药了，药效奇特哦。不，住手！好你个李道爷，我真心对你，你就这样回报我？马兄，我……你可知她是我的老婆？怎么会这样？一人妻女，天打雷劈，我竟犯下了如此大戒。哼，拿捏。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，
四大家族，你们等着吧。我诸葛不如，诸葛不如啊。不好了，老城改造工地上出事了，大事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太邪门了，今天工地上所有钢筋全都直不起来，软趴趴的。这也太邪门了吧。让我试试。啊，怎么不管用啊。圣虚真人，你去试试。五行八卦，乾坤无极。苍天哪，竟然是五行风土大阵。